大家好，这里是2018年上海慕尼黑电子生产设备展的展位现场，欢迎参观明治的展台。接下来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明治的直线步行电机产品。明治凭借在混合式步行电机领域优秀的开发能力和丰富的应用经验，采用高品质的丝杠开发设计出了一体化的直线步行电机。对比传统的丝杠与电机的连接方式，一体化的直线步行电机省去了连轴器，且在降低部件成本的同时，也使系统精度得到了保证。明治直线步行电机基座有尼玛08、11、14、17、23五个规格，每种基座尺寸都有丰富的导程丝杠配置。根据电机所配置的丝杠类型，可分为 BSM 系列和 LSM 系列。BSM 系列搭配的是滚珠丝杠，具有高精度、高效率、高寿命的特点，可以广泛应用于 3C、半导体、电池加工、工厂自动化等行业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及检测设备。LSM 系列搭配的是螺纹丝杠，具有成本低、交期短、可定制化程度高的特点，可以广泛应用于医疗科技、生化分析、3D 打印、泵阀控制、舞台灯光、测量设备等行业。另外，针对有特殊应用需求的客户，明治可以提供更进一步的集成方案。例如，明治提供了集成编码器于一体的方案，满足客户有反馈需求的应用；提供了集成刹车于一体的方案，满足客户需克服反向作用力实现紧急制动的特殊应用；提供了集成驱动器和控制器于一体的步进伺服方案，满足客户对电机更智能、更高效、更快捷的高端需求。明治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稳定可靠的机电一体化解决方案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产品信息，请访问明治的官方网站。谢谢观看。